马上给你。没跟朋友出去，觉得有点累，想要早点回家休息。栗子蛋糕，谢谢。她第一次到店里来是跟男朋友一起。到了没？小心。是你说的最特别的地方。我以为我在你心里还要再更特别一点。我要肉燥面，你呢？我要栗子蛋糕。我要栗子蛋糕。栗子蛋糕。听懂没？肉燥面，栗子蛋糕，马上来。肉燥面，栗子蛋糕。吃吗？老板多少钱？怎么？蛋糕。下次帮你做一个不一样的蛋糕好吗？嗯，栗子蛋糕很好。什么时候才能忘记呢？嗯，早就忘了。If I can't kiss you, 听得见好酷哦。一个人有可能忘掉深爱的人，最后只记得爱情的滋味吗？